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啊，这过年啊，风调雨顺。你看，我有小灯笼。谁给的？师奶。师奶给的呀。嗯。今天除夕的不？啊，贴对联，挂灯笼喽，过年喽。还有小灯笼。还有小灯笼啊。阿奶，还有小灯笼。雨过天晴，刷的那个不够长啊。二嫂，你看今年没时间加就加一点了，这里都还没有湿干净。没事的，真的是太忙了。大年三十现在都下午了。哇，乐乐，你看贴对联，过新年了不？过新年了，过新年了，没睡好。万事顺利，恭喜发财，知道吗？知道没有？个个都有钱用，个个都身体健康。哎，不要关灯吧啊！没有关呀。对啊。嗯。哎，大家新年快乐了，说吧。大家新年快乐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大家新年万事顺意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感谢各位在过去的2021年哦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天呢就是大年三十了啊，然后现在在忙着给大家算是叫过年了哦，过大年了，除夕都过年了。然后呢谢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发，最主要是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啊，祝大家，我跟你说，阖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。对对，没错，这是真的是最真实的。那个嗓子又说不出话了。其实如果没有大家的祝福的话，是不是没有大家的支持的话，也不会有我们今天我的成绩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真的是感谢大家啊！万事如意，满门财了。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满门财，祝大家四季平安，阖家欢。对，门头是什么？横批。横批是发发发发发。大家一起发发发发。个个都发财啊！对。阿芬过去抓鸡的哦。对啊，准备杀鸡，还有枕头肉，还要搞一条鲤鱼。我们这里的风俗年年有余啊。年年有余，鲤鱼呢又比较好听一点，叫鲤鱼跃龙门嘛，对啊，比较好听一点嘛。我想去瓦工楼。那你就去呗。去呗。你慢点，慢点。那么胆小，刚拖的地，等一下还要拖。没事的，说了嘛，发发发发发嘛，横批嘛，横批发发发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一起发。哎呦，别那么高嘛喽，肚子都出来了。这里是斜坡嘛，我长得矮一点，没有办法，不知道。我站上去不知道得不得，你看一下这个地势可以吗咯，不慢点啊。大家一起发过新年了。等晚上在农村就是好，像我们这里晚上呢可以放鞭炮啊，烟花呀，放烟花啊，农村的年味儿就是特别浓，倍儿浓。二哥，你看这里贴对联，人家那里鞭炮都响啦，过年啦。说是这样子说，他有人他早上他就已经拜神了，那我们怎么去？在我们那边2点钟基本上吃年夜饭了，你们这边还那么晚？这么早一下子就饿了？那晚上吃夜宵啊，我娘家就是这么早的。早知道这个时候回去吃晚，你就回来哦。啊、对不
你岳父不是叫你回去过年吗？哪有空？你觉得有空啊？我都想回去啊。那你觉得有空吗？一点空都没有。昨天晚上赶个四点上，赶到三点钟。阿哥辛苦了。阿妹放假了嘛，没有办法。丁财两万哦，大吉大利。生意兴隆，那个生意兴隆吗？对，这里是工作的地方嘛，所以要生意兴隆。事事都要顺利啊、哦！平安。我跟你说，也祝大家都生意兴隆，做生意的朋友啊，生意兴隆啊，祝所有的朋友啊都大吉大利啊。对，所有的家庭啊都合家幸福，丁财两万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寓意好不好？好，收工，吃年夜饭了哇、啊！祝大家都好运连连，福气满满。对，福到家啊、哦，福到家，吃年夜饭喽！我杀鸡过年了，过年了。过年后肯定是要阉鸡的，开年是要公鸡，过年是要阉鸡。这里，这时节要。那现在不下雨了哦，终于停雨了。好肥的。多少斤？6-7斤左右。哦，风调雨顺，过大年。哥哥。我也想吃排骨。嗯，你想吃排骨啊？嗯，真的，你看。那就吃个大呗。